长生十二式养生气功。第一式，起势导气，自然站立，身正势稳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自然下垂于体侧，通体放松，头部虚灵顶劲，目光平视正前，口唇轻闭，舌顶上颚，排除一切杂念，心意专一，用意念指导双手向前上缓缓平举，肘腕微曲，手心向下，以中指领劲上提，曲肘折叠，将双掌置于腋下，同时用鼻缓缓吸气，送入腹下几步，吸气降劲，会阴向上提，即缓缓以鼻呼气，会阴放松，双手同时缓缓向前伸脊下按，屈膝内收于腹前，注意按时要与中指领劲，轻轻下按，上动不停，两手用意领气，由后上弧线松腕屈臂，由下而上，由前往下，重力圈旋转一圈，蓄引回至两胯旁，再平掌以指稍领气上提，先沿重力圈的上弧线由前往回，松腕屈臂，蓄至两肋旁，用意坐腕，以掌根领气向下弹性沉按，同时一气中定，由潭中降下向丹田到涌泉，两腿随之坐胯，屈膝为蹲，气降到不能再降，手按到不能再按，意气与手腿伸腿手缓缓开启，回复原势，气回丹田，身心虚静，阴阳混合，步入虚无。身法要求虚灵顶劲，塌腰练臀，坐胯圆挡，沉肩坠肘，眼神收敛，两手伸开为吸气，前挤下按为呼气。